妹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么了还。然后最近好长时间又没弄烧烤吃了，我小侄女他们说想吃烧烤，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什么红肠，还买点瘦肉，然后这个五花的吧，然后这个是羊肉串，这个是鱿鱼串啊，我在镇上买到了，这里面是鸡翅膀，然后我们今天弄一个烧烤大 party。现在先把准备工作做好，然后下午早点就可以烤了，嘿嘿嘿。这个大我感觉好好用，嘿那家伙就哇，感觉放多了。前方肉食预警，全是肉，是吧？好像哎呀，还有两条茄子，还有两条茄子和一个大白菜。嘿嘿嘿，不愁吃不完，剩下的就先放这里，放不下去。来，把这给我放到这里来，解冻。也要放这里解冻。带动万强的还要叫烟。修身为干部，有求修身。姐姐，肉肉发给我了。还有两包噻，我让几个金啊？哎，我有两包，有求修身为修身干部啊。两个是修身分，一个是班级的，一个是可以。那我要那个，我要那个。不错，刚好正着刚烧烤，烤了烤了。你在那里干嘛呢？你在那里干嘛？在这里叫他也要他也爬在这上面啊。爬干嘛？在那爬呢。妈，苍蝇一直没来呀。你很希望苍蝇来吗？这个做蒜蓉待会儿烤茄子专用的。当然，烤别的东西也可以用这个。好像是误判还是
你放那个来吗？拿手机，拿来。放一个。肉的房子要两块钱。你动不动你把它咬上多少钱？静静啊，你手里面拿点纸。对，我咬。最后一个咬好片了呀。你吃饭那边还在烤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们碰一下，快点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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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样？四样？五样？碰一下针尖。